我睇我平时起身嘅视野。早安，好似好耐都冇拍啲好日常嘅 flow 啦，所以今日就谂住拍一个2020新嘅一年我嘅日常 flow。天气好好啊，今日。我之前好似有同大家讲过，我起身之后我中意饮热嘢嘅，咁今日都唔例外啦。同埋近排，肺炎实在系太严重啦。虽然听讲有啲肺炎嘅确诊者咧系冇病征噶啦，咁但我觉得我哋自己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令到自己尽量唔好病啦，尽量唔好有喉咙痛呢件事发生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要时刻咁样去令自己嘅喉咙感觉滋润嘅。所以我今日嘅第一个嘢饮咧就会系呢一个黑糖姜母茶。士林夜市老店度买嘅，同十一同埋红枣桂圆，咁我 mix 埋一齐嚟饮咯。但系的而且确咧，朝早饮呢啲咁润喉嘅嘢咧，成个人都觉得好舒服，同埋可能真系天气干燥嘅关系啦。我有时起身或者系瞓瞓下觉，我都会觉得喉咙好干，所以朝早饮呢啲咁润喉嘅嘢，我觉得成个人都滋润咗好多。然之后韩国嘅冬天每日不可缺少嘅咧就系面膜。系啦，咁因为由于新年嘅时候，其实都唔单止新年嘅时候，因为自从染咗呢个发色之后咧，本身佢系蓝色嘅，咁特殊嘅发色其实系应该配一啲比较夸张少少嘅妆噶嘛，所以近排我妆都颇浓吓，我系行一个暗黑系，系啦，自从子子帮我整完暗黑系之后咧，我好中意暗黑系，所以我近排个妆都比较深色少少嘅，但我觉得成日化浓妆其实对只眼都几大负担咁，咁今日咧就想等皮肤休息下，只眼冇咁大负担啦，所以就会化翻个比较清爽少少嘅妆，但系同时其实如果你个妆系越淡越薄嘅话咧，你个基底系越重要嘅，所以而家咧我就要做好多呢一啲急救保养嘅步骤啦。拍打入去你嘅皮肤度。面霜我就净系搽咗喺面珠墩呢两个位啦。点解咧？就是、因为咧，今日个主角嚟啦，就系呢一个 Eucerin 嘅眼霜。因为我将呢个眼霜咧搽喺除咗眼呢个位之外咧，我仲会搽喺额头啦、法令纹嘅呢啲位，或者系任何你想抚平细纹嘅地方。如果你觉得可能你嘅嘴角呢啲位系有纹嘅，咁你就搽喺呢啲位度。咁因为 Eucerin 嘅眼霜里面咧系含有大豆嘅抗皱精华啦，咁所以搽咗之后咧系可以等肌肤自主再生。咁而且40x 嘅透明质酸系可以加深保水啦，可以紧致抚平呢啲眼纹嘅，不含任何致敏成分啦，而且质地咧好轻盈嘅，所以无论你搽上眼啊或者系额头呢啲位咧，都唔会觉得好凹、好易出油，因为额头呢啲位其实系好易出油噶嘛。咁但系佢搽喺额头，你都唔会觉得有任何唔舒服嘅感觉。咁而且 Eucerin 咧系连续8年眼霜嘅销售第一位，因为其实颈呢啲位咧都会有纹噶嘛，我都会搽埋。假如我惊玩得太癫会生眼纹嘅话咧，快啲搽佢，预防胜于治疗，知唔知啊？系咪咧？都话咧，你个基底做得好咧，就算你化好淡、好简单嘅妆，你成个人睇落去咧都会好有气色、好精神。嘿，久唔久化下淡妆都几唔错。好，而家我要煮食，好肚饿。我讲过咧，基本上我起身咧，通常90%都系食乌冬。我韩国住咗第4年、第5年，呢、这个习惯依然系一样。咁以前咧就中意食汤乌冬，但系最近咧就中意唔同嘅整法。明太哥啱啱去日本买翻嚟嘅 pasta 嘅酱啦。
15分鐘就可以搞定的午餐。點解咁好味嘅黐好似？好唔開心，因為我食飯咧一定要睇綜藝節目或者係韓劇啦。咁而我最近非常之中意睇嘅韓劇就係《春一戰》同埋《香邊》嗰套《沙冷嘅佩斯茶》，但係咧佢又停播，佢已經停播咗兩次。按檔追嘅人真係追得好辛苦。不過咧，聽講最近《春一戰》咧因為過勞入咗院，佢都幾辛苦。我日本嘅食真係好啱我胃口。近排咧，好中意睇一個 channel Mocha Milk， 佢就係我最中意嘅三味豆嚟噶。好叫！我是魷魚同性戀。其實我想講咧，我以前係好驚狗啊！好細嘅時候，我係發夢俾狗咬。我記得係個夢裡面咧，我係一個深山，跟住我被黑狗咬，嗰只狗咧係咁樣咬咗我個手臂，跟住我點揈都揈唔開。7歲定8歲嘅時候發嘅呢個夢啦，自嗰陣之後咧，我就見到任何嘅狗，無論係大狗定係細狗，我都超驚啦。覺得狗得意嘅同時又好驚喎。咁但係直至之前去咗司徒媽屋企嘅時候，見到柯力，然之後俾佢哋睇啦，然之後我哋發現咧，柯力同埋烏優都幾似，佢哋個樣。動靜啦，柯力係實在將我融化咗，因為佢哋話柯力其實唔係見到個個人都會行過去嘅，但偏偏我同柯力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啦，跟住佢就主動行過嚟啦，佢又好嗲我啦，跟住我去邊佢又去邊啊，我上沙發佢跟住我上沙發，佢又將佢個頭咁樣搭喺我大髀度，哦，成個人簡直係融化咗，所以自此之後咧，我就唔再驚狗，然之後又中意咗三味豆。我而家見到狗咧，基本上係唔驚嘅，甚至乎我係會主動去摸狗狗嘅添。如果第日有機會有時間去柯嘅話咧，我都會想養翻只狗，因為佢生嚟嘅時候咧，個樣好傻，會覺得佢係與世無爭嘅一隻狗咁樣。不過暫時嘅我咧係冇咁嘅能力去養，養寵物真係需要負一個好大嘅責任。養狗之前，大家真係要慎重考慮啊！我想講咧，呢一支咧係我自制嘅消毒噴霧啦。咁咧，我就係將呢個滴露將佢開稀咗。點解我要自制消毒噴霧呢？因為韓國係買唔到任何嘅消毒噴霧啊。其實唔係買唔到嘅，係就算而家落單嘅話，可能要等幾日啦。甚至乎其實咧，我有好多朋友咧都話佢哋落咗單買口罩或者買其他嘅清潔用品啦，然之後係無啦啦俾人 cut 單咯，次次都成功落單啦，但係最後都係被退貨。肺炎實在係越嚟越嚴重，整容醫院啦、新沙洞啦、漢江啦、各大嘅商場啦，真係唔知啲菌究竟會喺邊度。咁之前咧，我成間屋已經消毒過噶啦，但有啲位咧，基本上係一日唔止消毒一次。譬如係你門口撳密碼、你開門嗰啲手把，你會成日掂到嘅一啲位置啦，同埋手機啊，大家成日都會遺忘嘅手機，手機係最多菌。不過有人話滴露是湖北整的，但是因為其實呢支滴露我都買了很久了，應該沒問題的。成日會掂到的位置，還有記得呢是要時常保持這個室內的空氣流通。電腦啊，電腦都很重要啊， keyboard 啊，尤其是咁咧呢度咧係3個月嘅份量嘅口罩，我係好辛苦先至揾到呢啲口罩，因為咧街基本上已經冇曬啦。咁我係上網訂嘅，都唔係一批訂，我係分咗幾批嚟訂，跟住先慢慢送嚟。我係非常之好彩冇被 cut 單，因為好多朋友都話 cut 單，然之後唔送咯。俾大家睇下而家口罩嘅情況咧，就係斷貨嘅，其實都唔係全部嘅，咁上啲睇咧都會有嘅。呢啲係小型啦，即係成人可能唔啱用嘅。咁一唔係咧就係25個，但係要50000幾。咁正常其實10000多就有啦，但係佢呢個係勁貴啦。你再睇埋隔離呢個39萬黐咗線添，你會見到啲時間其實唔係即刻有嘅。今日係1月30號，其實都要等咯。基本上喺出面街咧已經好難揾到口罩現貨。至於之前翻香港派俾大家嗰啲醫院用嘅口罩咧，都係全部斷貨啦。韓國人或者住喺韓國嘅人咧，其實基本上都用網購，但係而家網購都好難揾到口罩。咁我因為有啲唔好嘅商家就乘機坐地起價，有啲人可能落咗單，但係咧就退佢哋單，然之後 set 高個價，然之後叫人再。
再買，其實係一件非常唔應該嘅行為嚟噶啦。我自己都係好辛苦先揾到呢一扎口罩啦，不過我自己都囤咗三個月嘅貨嘅啫，自己囤得多係冇用嘅，因為你身邊嘅人咧係要一齊戴你先可以防到疫噶嘛。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可能有多於三個月嘅貨咧，其實真係可以將多出嚟嘅貨分俾其他真係好急需嘅人。所以其實我而家都喺度 keep 住睇緊究竟邊啲地方係可以有大量嘅口罩可以賣到。最中意嘅縮卡，今日嘅晚餐就係蝦仁炒蛋同埋雜菜，因為肺炎關係，我覺得我哋需要活得健康啲。因為其實我都食厭咗呢一個外賣，咁所以咧都係時候自己煮飯啦。不經不覺咧，已經夜晚嘅11:00。咁2020年咧，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平安、好健健康康咁樣去生活落去。咁如果大家係有面上面嘅細紋困擾嘅話，都可以試下用下 Eucerin 嘅眼霜啦。咁我會將佢嘅詳細資料咧放喺說明文度咁。我係有順便同大家分享下我嘅頭髮，我係12月19日去染嘅，到今日為止咧洗咗係冇10次頭。咁而我係用保色洗頭水，大概用咗3次到啦。如果你想 keep 色嘅話，最緊要都係唔好洗頭。開始有變少少綠綠地啦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尤其是喺呢一邊，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問關於我嘅髮色問題。冇噶，我覺得佢其實瞓醒覺咧個頭都係淺色咗，同埋變咗少少色。因為之前去漂髮嘅時候咧漂咗3次，本身 expect 佢甩色會甩到淺灰銀咁樣啦，但係根據而家個情形咧，我覺得唔似咯。甩曬之後應該會變咗偏黃嘅亞麻色，如無意外嘅話。咁如果大家係非常之好奇我髮色嘅話咧，請 follow IG 睇我 story， 因為片咧其實 update 得冇咁快嘅，喺 IG 就可以即時睇到我嘅髮色係如何。2019年我係教出片，但係2020年咧就決定唔會教出。其實今年咧我自己都有好多個 update 啦，好多都係進行中嘅，希望咧可以盡快同大家分享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。